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，今年是2016年了，然后一月的第一周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原本其实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，通常是做一个比较现场即兴演奏的方式，叫做铁花特调。那今天呢，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歌手，上半场就是 Birdy， 好，下半场，哎，先给他一个。那下半场呢是 Michelle， 那待会下半场呢 Michelle 跟 Birdy 呢也会做一个合作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铁花村的环境，在刚刚大家点饮料的地方呢叫做铁花坝，那旁边其实有铁花好店还有台湾好店，都有一些铁花村的文创商品，还有很多很好听的 CD。 那在旁边呢是来自台湾各地的很多的商品。那在大家的后方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蓝色小屋的后方呢，有厕所、洗手间，那旁边是吸烟区。如果待会有吸烟的朋友呢，就到比较空旷一些，然后也尊重一下没有抽烟的人。那因为其实我们室内的空间有限，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把还有空的位置上面放这个人的物品，桌子可以啦齁。那待会呢，手机大家也合作一下，就是把声音关成转成震动，或者是可以不要有声音，待会都可以拍照后，那不要使用闪光灯。那今天我们每天呢晚上6点到10点呢，这周边都有彩绘热气球的亮灯，就是大家待会后要离开的时候也可以过去拍拍照这样子。那我在这边呢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还有铁花村再次欢迎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Birdy。 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来。我是来自台中的 Birdy。 那去年这个时间呢，我也有来过一次。那今天呢，算是前面第一个小时是我，那后面一个小时是我的另外一位多年的老友 Michelle。 那我有写了很多歌在这些年里面，那我先介绍一首。都是自己的创作，也是自己的录音跟编曲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在幕后编曲编了很多年，所以待会你会听见一些背景的音乐呢，都是在我的录音室完成的。那现在这是一首比较轻松一点悠闲的歌，它的歌名叫做往南的公路，跟刚刚这个节奏有点像，对，它就带着点巴萨诺瓦。听听看我的创作往南的狗。奔驰在往南的公路，行囊中充满愉悦，
设计艺术，你的心情是他的业务。放开胸怀，在这一刻拥有全部。计较，又何必烦恼？